大家好，我是小薰。追凶五百天将在8月28号在 MyVideo 独家播出，倒数五天，请锁定 MyVideo， MyVideo 陪你每一刻。边吃饭边看验尸报告，难怪破案率这么高。吃里比辣椒下饭。法医研判庄凯莉后颈椎有异物刺入痕迹，庄太太。现在我们要重启调查。这一年来，李美云固定会打来分局询问先生下落，听起来很可怜，但是每次语气几乎都相同，倒像是例行公事。这个礼拜曾俊光每天都会来，之后就和林美如一起回家。所以林美如真的跟他交往？在一起一阵子了。不想再相信你了。甩了我，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说出来。赶紧询问，快！这个花衬衫是曾俊光吗？俊光怎么会变这样？你跟他还有别的关系吧？这谁啊？沈威，李美容的新男友。他又交新男友了。沈先生，是想跟你聊聊曾俊光的事情。沈威，干什么？这个人我不认识。我为什么要杀他？我先生死后，曾俊光他对我很好，沈威也是。不对，不对。哪里不对？我知道哪里不对，但是不对。啊！小薰，小薰，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